男子手持棍棒大声叫嚣，对面男子情绪更加激动，双方就在人潮众多的市场内你来我往大声嘶吼。他当然说我要杀了你全家。他一来就这样。哎，你问什么想要大打这种东西啊？见过的。火爆冲突就发生在桃园中立区五常街一处蔬果批发市场，一大清早双方火气就很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擦撞吧？后来听他们讲，他是好像是误会。根据了解，49岁游姓男子骑车载货挡道路，还疑似撞到其男，导致对方心生不满，脏话辱骂，由男婴儿持球棍攻击，两人就此引爆口角冲突。幸亏一旁围观摊贩再三阻拦，冲突才没更加扩大。起初只是一场误会，却演变成口角纠纷、持棍动粗。双方互相提出伤害、恐